林雪儿，好久冇见啦，有件事我好想同你讲。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，想自杀。如果离婚，我一定是因为你啊！话俾你听，而家啲学生真系好难教，而家喐啲人话跳楼咁。而家有人话想死啊！哭你啊，梗系你副校嚟噶，你咪咁讲嘢啊！抑郁不是一种选择，逗号，他已经没有自己能力，逗号，还要求他轻生时想求别人感受，问号，会不会太苛刻？问号。